三班一六五零，第二暫時係一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時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閘嘅馬咧，見到埋邊位置瑰麗人生，中間赤兔猴王啊，外邊有兩間第六位咧，仲有九九圍攻啊，俾人頂咗喺出邊喎，就羅曼老窩啊，咁啊跟住羅曼老窩後邊噶啦，尾五外邊本領非凡啊，尾四唯美主義，尾三中檔紫色衫係快博啊，暫時電腦一隊仍然係大學生，同埋一隻咧係無限美麗嚟噶，去到對面直路嘅中尾段咯，次序上面都冇乜特別大嘅喐動嘅，放頭嘅馬仍然係嗰只好好。第二位就大數據啦，內欄第三就瑰麗人生啊，赤兔猴王已經咬住第四啦，第五位外邊啊浪漫老窩，內欄第六銀進啊，中間仲有九九圍攻啦，後邊嘅馬唯美主義等入邊，中間有快博，出邊本理非凡，殿後一對大學生同埋一隻咧就係無限美麗啊，入正在直路啦，好好分拋離咗個零身位嘅，見到中間位置有大數據啊，外邊冚啦，赤兔猴王啊，中檔位置咗瑰麗人生，出邊追係九九圍攻，中間係銀進嗰啲馬，最後八。零米啦，透出嘅馬就係呢只赤兔猴王啊！中外檔追上嚟，有九九圍攻，中間係銀進啊，入邊咧仲有隻唯美主義，接近終點啦！赤兔猴王啱啱到先啊，跑第二名嘅馬咧，埋邊追咗上嚟，唯美主義出邊咁啊，有呢只咧就九九圍攻，中間係銀進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只赤兔猴王贏馬嘅又係高東尼啊！好，东尼把放食埋个尾壶，布文今晚亦都起码啊，赤兔猴王真系准得交关啊！今次赢埋唯美主义跑个第二，九九围攻第三，银进跑个第四。